欢迎陈浩森。哎呦，来哦，森森，哎呦，哇哇哇哇，这么帅气哦！是，人来就往，还先送上花哦。鲜花美女啦，赞！谢，哦，好帅，天哪！他礼物不止一份啦，他现在很红啊，这是口袋，是啊，口袋麦克麦克啊，对，不止花，还有别的礼物啦。小时候在星光大道上看到，你也是星光大道？对，因为星光大道是我们家的那个团体活动。哦，这么可爱。就是我们都会固定一起收看星光大道。我们刚刚在后台见面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哥哥在开嗓，就是一直在记歌词，毕竟今天第一次唱，对。然后，其实我觉得他记歌词的时候已经很像现场演唱会，就所以我在后面其实听得很满足，这样。还有这一颗哎，对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颗花生。为什么是花生？因为你的专辑名称是 Let Everything Happen， 然后就让一切花生。哦，那好可爱哦，天哪！我就想说。送这个花生的，谢谢你的花生，所以是所有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哦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所以是 Let everything 花生这样。还有一部分呢，还有一部分是你知道，最近我的电影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是花生 CP， 大家都叫我花生 CP。但是今天我既然送花给你了，我可能要对他有点交代，所以还是要把它带。是这样子，就是。Bertie 在这里面，对了 ，Bertie 在这里面，所以还是有三个人同台啦。是，哎，我有去看，超好看，就哭了三次。真的吗？感动的点在哪里？哦，我觉得亲情跟电话，我可以，应该很多人都看过，可以讲，可以讲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， 电话亭，而且你唱，森森唱歌真的是很厉害。是，你是说浴室那场哭了？浴室那哭，那个太震撼了。哦，震撼到哭出来哦！对，哦，哇，所以他坐第一排的比较震撼，近距离压迫感就对了。那师姐跟师弟，不如 let everything happen， 就让好事发生啊！不晓得能不能有机会听到你们两个人一起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一下，有没有可能啊？大家想听吗？你们想听吗？想的话要来点。feedback 啊，哦，哎，我花先帮你收一下好了哈，这样子比较方便。谢谢。来，那可以吼，可以吗？要对一下 key 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要 let everything happen 吗？好，嗯，我现场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。一次就一辈子，希望让这世界静止，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谢谢。这个金马奖的心理准备。定妆定好了吗？怎么搞得好像今天是我的发表会一样？没有啦，定妆定好了吗？因为师姐要祝福你啊。对啊。哦，还没。哦，还没哦。还没。那师姐，你现在赶快开一下金口啦，祝福一下小师弟。一定要的，在这边祝福你可以得奖，因为真的很厉害，演得非常非常好。对，加油加油！那小师弟也要对师姐今天发片祝福一下。师姐，发片辛苦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刚刚开场就已经很棒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耶！哥哥当然就立刻跟他合上了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好听。然后呢，也送上了这一颗 Let Everything Happen， 就是送上了这个让好事发生的可爱花生。好，来两位看一下右手边。